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配合着首映的季节，南投市公所这几天陆续安排市内14间的小校，甲永兴社区进行户外教学。不过，因为最近的天气无好，一直落雨，除了19号有半天的好天，出现了千多只蝇仔以外，最近拢看无啥会到。社区的导览人员嘛，希望讲天气会当赶紧稳定，卖让小朋友来失望。沿着阿姨这个手势这样子上来，然后呢往北飞，就这个方向到大陆东北西伯利亚去那边繁殖。南投市永兴社区的导览员向小朋友说明蝇仔飞行的路线，不过因为最近一直在落雨，来到雄鹰平台煞看袂到蝇仔。今天虽然没有看到老鹰，但以后一定会带爸妈来。今天来这里看老鹰，只是天气有点不好，所以没有看到，就觉得有一点失望。我感觉都没有看到老鹰，很失望。虽然天气不稳定，不过只要有半天一天的好天，鹰仔就会把握时间规定飞上天。今年因为天气的关系，所以鹰况的能见度非常非常的低。不过我们其实也算是蛮幸运的，我们3月19号那一天有半天的放晴，我们有看了1000多只。这是雄鸟便会暂时离开母鸟。永兴社区已经连续几年办理雄鹰季。以防天气不好，除了户外导览，也替小朋友安排其他精彩的单元。虽然说在赏樱平台里边气候不好，看不到鹰，但是我们也会，我们有安排在论鹰台的地方，用图片的详细的解说。那大致上还有有奖征答，他们也都非常的高兴了。我们会在影音小站播放我们的风中之翼，也就是我们会面鸠迁徙的这个详细的状况。那还有感谢市长跟市公所呢，这一次呢还特别帮我们安排，就是我们还有加入我们南投意面的部分。在雄鹰的季节，只要把握好天的那几天，赶快有真大机会，会当看到千多只鹰仔。社区导览团队邀请大家多多到雄鹰里来行行。记者欣欣，长报道。